哎，那个，你觉得德云社强还是刘老根强？作为交换生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很尖锐啊！这属于什么？婆家厉害还是娘家厉害？婆家好还是娘家好？不是，说吧，这问题太尖锐了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问你，就相当于这个那个，你妈跟你媳妇掉水，你先救谁？那意思似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不合乎情理，刁钻是不是？你们俩同样是交换生，你为什么要为难他呢？哎，我可不是交换生，我就是刘老根来的。请回答我的问题，正视我的眼睛。那有点费劲，逮不着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？这么回答吗？那你看看对不对呀？你这都难取舍，毕竟在东北一方热土。我觉得九七，咱要想赢，你就必须得回答他到底是刘老根强还是德云社强。就说这一问题。哎，我觉得刘老根强。刘老根强。我觉得刘老根强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刘老根强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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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怎么录啊？咱板凳里的内部都不团结了，这都。下一个环节，咱玩游戏吧。我还没问问题呢，你再问一个，问一个。对呀，你是不是问伦哥？我得问伦哥。问伦哥，问伦哥。你认为哪个强？有左脚强，右脚强。我能猜到。你看他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缺点我都知道。呀，哎呦！孟哥都说了，说那个他对你比较了解，然后那你对孟哥的了解多不多？多到哪一个方面？哪些细节你都要一一的阐述出来，因为人家对你很了解。哎呦，哦，对孟哥非常了解啊！我了解他孟哥以前短头发的时候的那个丑态，了解孟哥以前那个小黑脸的时候状态。都了解，就不够细，不够。从没车到有车的状态，从没房到有房的状态，哎，都对啊，说反了，反了吧？说反了哦，合着他混了半天，从有房到没房，反了，说输了，结果输了，输了。哎，你这个问题啊，不成立，你这是了解，对，他不是是否，是问题，不是啊？问题什么呀？你回答，我先抛出来问题了，问题就是你了解与不了解，然后我了解，对，了解的底，矫情。玩不赢就矫情啊！你看，胡搅蛮缠了，现在已经。哎，那有能耐你别露出把柄，对不对？不是把柄，别让我们攥着。刚才就是小辫子，最开始咱就提了。你看多严谨。那个，咱玩一个游戏，心理测试。这个心理测试呢，因为我觉得冷板凳呢，让我们在那儿一坐坐一天，看你们在那儿拍戏，我们的心情呢，现在呢学会了安静静心，很长时间我们都能管住自己，自控能力是越来越强。所以现在我想跟你们三个 PK 一下自控能力。这个怎么为输，怎么为赢呢？比方说这个最高心率是100，最低心率是80，这样它的差是20，对吧？还比如说下一个人最高是100，最低是70，这是30，那么30的就输了。就是差越大的数值，差的数值越大越输哦，越小越好呗。对，越小越好，越小越好，越小越好。加那个食指是吗？哎，我当时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就加的就是这个。那你们仨挑一个吧。开始，来吧。谁开始？等会儿，哥，我在这儿站会儿。谁带呢？现在？罗哥带，还没开始呢，还没开始了吗？没开始。你要干嘛呀？就在这儿站着，得监测。准备，预备，开始了，掉了，玩得起啊！我不录了，我回去，我不录了，他的差是零，赶紧带上看看现在是多少，现在多少啊？坏了，伦哥刚刚的数据是最高83，最低零。嚯，差80多呢，零。那下一个谁来的？我先试试啊。这么高级？你嘛意思？咱得让他血压起来点。开始。又把我腿毛啊！哎，变了啊，变了。哎，我们不怕。哎，我们不怕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。哎呦，他喘，怎么样？他喘，血压就上来。怎么？你闻他这脚味儿？哇，我血压上来了。你测一测你的心跳吧，100多了。他不痒是吗？100了。他痒肉不在那儿，在哪儿啊？这儿管事儿不？大腿根儿，大腿根儿，大腿里帘儿，有吗？
怎么下来了呢？行，我觉得够了，我觉得够了。九良的数据是72到105。你不用看了，这跟那不挨着呀？这连这连105都没出现呢。出现了，刚才下来下来下来。人家是蓝牙监测，老是觉得怎么着怎么着，知道不？没给你打，早给你打折了，你放心吧。来，我平静一会儿啊，你给我点机会。一会儿老僧入定了，他就。可以，现在开始了。干什么去呀？嚯，不是，这就低了吗？别动，马上捂住了，他马上心率就上来，看着。耳朵眼儿也给他挡上。对对对。把那个塞给他捂上。撒开！不行，我要撒开。没，人没变化。长了，长了，长了，长了！你打他，他长。你打他，你快打，打完他长。孟哥捕捉，孟哥，你打他，快打他！你看孟哥那脸，捕捉，孟哥。快点抢救一下！抢救一下，快！孟哥的数据是75到95。嚯，这就可以了，20。您得捕捉孟哥。九七来吧，告辞。跟这种鲁莽的人录不了节目。好，下一个九七来。哎，怎么带呀？你现在晃不行，一会儿跳得太快。你想让他高是吗？运动的时候他高不行，找差值。哎呀，跟你俩当队友真是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心跳一抓就上来了。站他上，这好。啊！九七的差值是88。嚯，太好了，太小了！你现在先动，动完它就高，然后他们再闹你，你就不差了，不就不多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先跑一圈去，结果没人动我。对对对啊，找差值最大的是赢是吗？输，差值最大是赢是输啊？罗哥输了，罗哥差80。对，就我们做啥都是徒劳的。你是大赢家哥，又拿鞋。我们认输，他们认输了，主要有你。谁说的？我们等妹妹回来呢。那也是输了呀。好吧，开始，来来来，来了，到谁了？我就不用测了。他来来来，动男，你开始了，来来来了，给我坐这儿来。快快快快，不是错了，刚才都节目效果，这都节目效果。不长，这长，长。拿走了。这不对吧？这个。漂亮，还比高，还比高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你80多，我不是75到0吗？你80，谁刚才谁测了？九七81到88，我75到0，怎么可能那么低？